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但是因为前一阵子比较有空，所以就拿一些话剧出来，所以就重回以前小时候，就是所有娱乐就是在画，所以现在在画的时候就挺开心。但是也是我的进步的空间太大了，我现在只是小朋友的那个画技，所以就可以努力一下。